去个国外的人哈、啊，可喜欢看东西。他感觉好像吃东西。他们没有那个标。嗯，医院。我就不用给时间往里扣了吧。啊、哦，看看你批的。这个皮是纯皮的，绝对不掺假哈。嗯，我别跟他们跟风儿，来了以后这个弄那个弄那个弄。不过哥哥那个脚都挺难修。啊。他那个脚啊，都变形了，你知道。他的脚难修，难修，哎他。还硬哈、哦。嗯，那指甲盖挺厚的。我的脚趾甲都长的哈，那一基本上一个指甲一个眼儿啊。你的这个指甲长得哈很薄，嗯。要不是我那个往里头抠的，要不是往上搞。还这一个是啊、哦，这还长得还挺好看的。你这个都能防住。可以。这面的指甲属于正常长。外边，你那个有耳朵分类。这属于算干净的了。不，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啊！我老感觉这个小拇指头长这样啊，妈的，怎么长的？我也没受伤，没打过。俺那会儿你刚我还有了都没有了啊！好多人，我那个小手指长得都不如你长得好。我也不弄点啥、啊，难受。我算了，我不用了。你刚给找个来吧，你俩聊天了。我说不用。我说我这样来了都是在这磨死我的，这样可拉倒吧，不受力啊。啊，你不受力。对呀，我不受力啊！我就这样式忽然倒我一推哈，我就可能回来翻就出来轻了。我这腿干么的身上你别一掐我哈，哎呀，就是轻了。这是哈、嗯，一会儿单独再给你清一清，老皮出来了、嗯，这老皮还没发育好呢，嗯，
嗯，幸亏没有皮。不皮，就那块大牛了。你这个二脚趾啊、嗯、也有点往里长啊，对，有点疼。疼点啊，还能那个点啊，这第二个疼我的，疼的你难受是不是？对啊，这真疼啊。这儿，这儿，下边，这块。